中国民间传说，七月是鬼月，七月十五是鬼节，也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那些无主孤魂就会在这日子由鬼差押解上来领取阳间的布施。一般的风俗都会在这一天放水灯、烧纸衣或者放水布，请高僧念经超度亡魂，早脱苦难。全拿去吧，用不着客气。对了，师傅，那去年不是印四千两吗？为什么今年印五千两？现在物价上涨，上面什么都加，下面应该加点吗？嘿，师傅，没想到你人情味没有，鬼情味倒挺足的啊！怪不得下面要聘你做银行大班印冥纸了。废话一箩筐，快去拿749张样板来，等我把这张通知单写完了，一起烧给下面吧。愣着干什么啊？是师傅。用印是十五说，此有特许主印人，以签名为证，凭此辨伪，如有伪造，即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不超生。以此为戒，以戒效尤，阳间寿命。师傅，说完了。这纸太皱了，我去换些新的来。啊，快去。哦。阳间寿命承印人林九。哎呀，原来师傅的真名叫林凤娇啊，真好听啊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哎。阿娇的好听是不是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有人知道这名字，我唯你是问。快点收拾收拾，烧了吧。啊，都没看见文才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他知道自己长得矮，先去占位子看戏。占什么位子？今天晚上戏是唱给鬼听的吗？他说了都没人来，早知道不占位子了。文才一个人在那看景多开心呢、啊、什么唱给鬼听的，你骗鬼啊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你没开眼看个鬼。
傅，不看行不行啊？那么好看，为什么不看？师傅，那四个鬼是干什么的？鬼差，负责押解这些无主孤魂，看完了戏就把他们带下去。哦。有个女鬼想找头主，头主什么？想吊他。啊！什么时候来这么多人了？你就顾着看戏，当然不觉得了，是不是？啊啊、你第一次来啊，唱的不错。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还来得及，把手给我。一会儿散场，他跟着那些鬼下十八层地狱，就什么都救不了了。师傅，你道行那么高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啊？就是因为师傅道行高，一进去就把他们都吓跑了，到时候更麻烦。进去吧。去。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。你一定要假装听不到、看不到。你抓住文采，我就会扯红绳把你们给引出来。记住，红绳可千万不能断。断后怎么样？你就回老家了。对不起，站长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，听不到。文才，师兄，他的小丽，正点吧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哇，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小姓刘，叫秋生。刘公子。叫我秋生就行了。好的，秋生。哇，臭小子！小姐，不是来此看戏呀？不是看戏，我是进来避难的。是谁欺负你啊？不，师兄最会打架。嗯，有个坏人逼我做他老婆，还叫一些人来抓我呢。哎呀！可别写，这些奖励遭火劫哟！哎呀呀，气得俺怒发冲冠，为红颜呐！去去去，抢！哎呦妈呀！待俺秋生打火抱不平，抢！小心点啊！他们会邪术，强！我们会冒充杀猪，他们很狡猾。我二人专治狡猾。哎，出去单挑，走！鬼差躺下了，快跑！小女子应该如何报答呢？
这种事当然是以身相许了。话说施恩莫忘报恩，你说错了。俗话说送人送到底，送佛送上西。小姐你住在哪里啊？我决定送你回家，我非送不可。回去晚了师父会骂的。去，小姐你家在哪里啊？我住在下面很深的地方。哦，很深的地方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到处玩玩呢，我走了。原来他是那种东西。风骚死了，漂亮死了，销魂死了，可爱死了，热情死了。你怕什么你？他在泡你啊？走了。刚刚忘了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了。如果你以后想见我，你就叫黑白翠，来着女生配，我就会出来了。哦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。要我有事吗？没事。没事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太早了，你回去吧。师傅要骂的。早安。你跟那个女鬼唧唧歪歪的，要是被师傅知道你就完了。师兄，你耳缝，我有个屁啊，我是不会说溜嘴的，不过我怕你笨呢，会不打自招。幸亏师兄提醒，不小心说出来我就惨了。多谢师兄指点。你呀，人头猪脑。弄六十吧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下忘记了，你们是鬼差，不懂人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兄。师傅怎么会说鬼话？闭上嘴，听人说嘛。不，听鬼说。师傅，原来你也会鬼话连篇啊？对啊，很简单嘛，是这个就行了。一流啊。师傅，这什么呀？泥呀。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鬼吃泥了吧？我你娘。你在说什么？那当时干你娘。师傅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跟我来。来干嘛？搬救兵。师傅长什么招啊？这就叫耍花招，看着还有呢。哇塞，你好神勇啊！入身。各位师兄弟，现在鬼全跑出来了，不把他们抓下去，会到处闹鬼。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，但是要抓这么多鬼，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。师兄，
这件事还是等监叔来了再决定吧。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他老几啊？对对对对对啊，老几啊？嗯，没大没小的，我的师兄就是你们师伯。大师伯，大师伯。大师伯，大师伯，大师伯，大师兄。嗯，这件事是谁搞出来的？是我两个不成才的徒弟文才、秋生。什么叫做不成才呀？师傅，也就是蠢，或者是笨，或者是驴，再不就是白痴啊。你是我两个徒弟一时大意。嗯，教徒无方，难道就凭大意就可以推卸了？你今天请我来，是不是叫我帮你扛这个担子？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准备用先天八卦阵收这些鬼。既然你们全都商量好了，还请我来干什么呢？大师兄有什么高见？嗯，先天八卦阵，嗯，就先天八卦阵，你们谁去把他们引出来呢？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我看只有我出马了。嗯，哎，好好好啊。要是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就最好了。做人面对现实一点好。他的我最爱吃了，我也爱吃你的豆腐。这个豆腐你不能吃。豆腐又光又滑，鬼吃了也会光光滑滑。可是，绝不会有人这么笨，会半夜出来卖豆腐。啊，这些豆腐一定有问题。我老实告诉你吧。这豆腐是黄豆做的，不过这里面又加了一点红豆，所以说豆中有豆，鬼吃了以后就会浑身发抖，容易抓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啊，因为我们跟鬼差说好了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下去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对呀。啊，骗鬼吃豆腐。哎，别那么大声啊，让鬼听见了他们就不来吃了。这干什么？海豆腐，吃自助菜啊！奔离拳，那些无主孤魂就会永不超生了。那更好，
免得他们游离浪荡。你是不是想替这些无主孤魂做主啊？这是新出品，您慢用啊。师兄，你对大魔头这么诚心啊？我能长这么大，全靠我干爹。这真的？哎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浑身都是病，就是拜了干爹，所以到现在都没病过。这么师兄。师傅，是哪个凯子这么有钱啊？一次给你买这么多冥纸来烧？李师傅，我要本钱的。师傅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烧钱呢？废话，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？那天我跟四个鬼差谈好价钱了，一定要把所有的冥纸全烧下去，堵住他们的嘴。只要这样做，他们才不会追究鬼逃跑的事情。这不就是贿赂吗？你这孩子会不会说话？这叫打通关。师傅，得加班一次才行啊。等你印完了，鬼节都过了，鬼还来买啊？笨蛋！啊，那我们以后要喝西北风了。对啊，你师傅就这么没本事啊？这就得喝西北风了。跟我去秦老板的饭馆里，帮他看风水去。哇塞！啊，听说这凯子很有钱啊，就决定砍他。你们说什么？啊，动刀动枪的。把你师傅当黑社会的大哥，因为物价上涨，象征式的加一点。别告诉了师傅，我们会做到的。哎啊，是，快点，该你烧了，给我。难得有机会烧这么多纸钱。哦，西餐厅哎，镇定点，少给我出洋相。Excuse me。哇塞，土包子，请问这边三位啊？哦，加上你啊，一共四位。嗯，是这里的钱老板请我们来的。嗯，其实，哎，九叔，您坐会儿吧。请。九叔来了，钱老爷。对了，九叔啊，这是我女儿 Mary， 她不但能干。还用不着给工钱。妹妹，抓我九叔喝点东西啊，我谈完了就过来。嗯，这边请。看你们能叫出什么话来、啊、你们三位喝点什么？我要咖啡 Coco。 奶茶。威力姑，哎，九叔啊，这里的狼居更姑。啊，狼居，妹儿啊，我要个西狼，三位要点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是什么狼啊？他坐在西边，所以叫西狼，那我坐东边。我要东狼。我要北狼。那我就南狼。啊，那就跟我一样好了啊。Mary啊，脱
通通是西郎，啊？九叔啊，我本来是不相信风水的，不过这个西餐厅从开张到现在都没什么生意，不信邪都不行啊。嗯，哎，哼，光卖什么狼不狼的，鬼才会来吃。嗯，看来这里的风水的确有点问题啊。啊，那不这个，哎，师傅，收了钱再说。对了，不知道九叔替人家看一次风水要收多少钱呢？哎，500个大洋。师弟，没想到你比我狠，我才不会要10个大洋。哦，师兄，小心点，你徒弟心术不正。我们现在在谈生意，你谈到哪儿去了？这个价钱相差太大，我看不要考虑了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建叔，咱们到那边聊啊。好，你们坐着吧。哎，师傅，你看他们敲诈，500个大洋，一条街的铺子都买起来了。我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师傅，那个车小子把门里头发干什么？一看就是心术不正，还有好事吗？师傅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500个大洋你都说得出口，还用得着问我吗？哼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要搞走远点。山野岭的，这里够远的了吧？你不懂的，我更不懂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开开眼看看吧。出巧为所欲为，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奸淫掳掠，作奸犯科了。怎么办？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我来得快不快啊？嘘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帮忙啊。你看那兔崽子。你找个地方把他的躯壳藏起来，让他回来找不到我着急。好玩了。哎，小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哎，行。哎，等等我。你快呀！等等。你兔崽子，老子打死你！你敢欺负我，把你躯壳藏起来，这找不到。Thank you.
阻止他作奸犯科。你的样子不怎么吓人呢、啊、不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样子。啊啊啊！吓我呀，我胆子很小的，会被吓死的。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，是我啊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那个兔崽子的躯壳被野狗叼走走了。你不要吓我啊。我没有、啊、我叫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真是英明神武，武功高深，深思熟虑，简直是神机妙算，空前绝后啊！师傅，真给你蒙上了。那个臭小子，太太卑鄙无耻，下流胚子，出现旁门左道，灵魂出窍，去上那个钱小姐。结果呢？嗨，有个这么正义的师傅，徒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不管呢？对啊，我们就听师傅的教导，轻轻松松的教训了他一顿。我没有白教你们。师傅也夸奖我们，那好办了，有祸同大、说什么啊？也不是什么大祸，师兄让他魂飞魄散、我的祸小一点、只是搬开他的躯壳，让他魂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啊，谁知道半路上被野狗叼走了。不用怕，师父是神机妙算，早知道我们闯祸了、一定可以摆平的。你们两个臭小子，快点把躯壳找回来送给师父。师父，那你呢？我留在这里起坛，在日出之前把魂魄招回来。万一叫不回来呢？我就跟你们两个师徒翻脸，跟你们师伯同门摧残。嗨，翻脸小意思嘛。什么？没什么。还好走得快。哎，等一等，你有没有见过师伯招魂？没有。那得见识见识。
三魂七魄快回来，回到老地方。街头街尾一孤魂，床上床下一孤魂，房前房后一孤魂，一孤魂。二寸，快闪！石少坚的三魂七魄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来，哟！孙子，孙子，进去吧。哦。你烦不烦？师兄，这么大地方，怎么找？你最无聊了，一个大男人连狗都怕。你少来这套，你不怕？我什么狗都不怕。那个畜生。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。哎，这个死鬼还不出来啊？跟我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你干嘛？当然知道了，这叫做心电感应嘛。对呀、啊。笑，关你屁事！切，干得这么快吗？喂，叫你干得这么快吗？等等我们呢！喂，等等我们啊！不要怕，有我在这儿。怕什么？真是你人，没事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什么都怕。放手了，让我去看看。啊！怎么办啊？怎么交给大师傅啊？这么久搞什么鬼？搞出个笑面佛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师傅，这件事好复杂啊。对啊。大师兄，我这个徒弟是罪有应得，现在躯壳找回来了，魂也招回来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哎呀，师伯真是深明大义呀、啊。现在他弄成这样也伤得不轻，师弟，你要是有办法，最好帮我找一个棺材菌来帮他补一补。哦，找棺材菌太简单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哎，哦，这么说就拜托拜托了。这里呢叫做棺材山，也叫僵尸林，本来这里是贼窝，
可是那些贼被人出卖了，结果他们全都被杀了，所以这些贼是死不瞑目，他们满怀怨恨而变成了僵尸。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个强盗头子，也就是僵尸王，他的尸体困在棺材里面，鼓着一口冤气上了喉咙，形成菌一样，这口冤气在他的嘴里面进进出出，这就是所谓的棺材菌了。哦，原来棺材菌是这样的，我还以为是长在棺材板上面的木菌。师傅，那怎么拿？很简单，打开棺材盖，从僵尸王的嘴里吸出来就行了。啊、哦，对啊，是很简单。那谁去拿呢？你说包在你身上？对啊，我也听到了。我？你算运气好的了，今天虽然是十五，可是没有月亮。如果僵尸全都出来拜月的话，你就是想接近僵尸王的棺材都难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里这么多棺材呢，我怎么知道哪一副是僵尸王的棺材？对啊。哎，开开眼，你们睁大了眼睛看一看，哪一副棺材上面闪着绿光的话，那副就有棺材菌。那个有光哎！嘿，文才，你过去拿啊！我去，算不算兄弟？哎，应该两个人一起去，因为那个东西又阴又寒，一个人要是受不了的话，还可以传给另外一个。师傅，那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留在这里看啊。文才啊，咱们上。哦，去啊。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大哥，各位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，美文才，就快看见家乡了，快点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大哥，见怪不怪，千万别作怪。是了。什么去？少来这套，这种情况会出人命的。哦，
哎，大呀！喂，你还不习惯才去？又啊！快去！去啊！哇，神奇呀！还不快吸？师弟，怎么了？发什么抖啊？怎么了？师弟，你要不要紧呢？真那么冷啊？啊！哇塞，爽呆了！Thank you.
知心秦王哦，哇，这么快就玩完了！师傅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一名神武，英俊潇洒。对对，秦公子，你怎么还含着棺材卷？快点吐出来！我不要跟你嘴对嘴，我要跟他。鬼不怕阴寒的东西。哦，以亲还亲，以嘴还嘴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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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俩嘴对嘴，对到大师伯家去啊！少来！大师兄。哎呀，你扯我干什么？这是要给师伯的吗？啊，去去去！哇！啊，爽呆了！师兄，大师兄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告辞。说真的，你师父多大年纪了？应该四十了吧？那就是大我三岁了。嗯，你不像三十七啊。我死的时候二十，不知不觉的死了十七年了。对了，你师父讨老婆了没有？没有吧？哎，想找婆家了？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若又不是你家的。你师父有什么嗜好？可多了。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任何脏东西只要一进来，我就会收他。哇，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帅啊。不觉得？对啊。师傅，他是真的进去了。师傅，你收拾他！哎，讨厌！等着，有啊！师傅，你来真的？大丈夫言出必行。哎呀，好有性格啊！念在你救过我两个徒弟，放你一马。说收就收，叫走就走，那我多没面子啊！哎，师傅。
兄，他什么意思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管。拿着走吧。我要你们去找棺材郡，就是要利用僵尸王拿你们的命。能让我的儿子复原，只有让他喝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人的血。小姐慢用。多谢公子。小姐，你这么缠着我到底想干什么？嫁给你啊。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学茅山的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学什么都行。师兄，师父好像闷闷不乐的。男人四十傻木头。什么意思？不开窍，你个驴蛋。你骂师父，我告师父。我骂你啊。我打你啊。出人命了，出人了，死了好多人呢，发生命案了，不得了了，死了好多人呢。各位，退后，退后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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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离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教授，您看。哎呀，真恶心！全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，血都被吸干了。啊，师傅，你看，棺材郡见笑了，有什么好看？啊，不对呀，师傅，他已经被野狗咬烂了。现在才说，早干什么来着？我告诉你是大祸吗？你说有祸同当的吗？看不见在哪儿？师傅，怎么办？是啊，戳他的阳穴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哇！师傅，你看，他不是人，是妖。人妖？不，他已经变成尸妖了，人是他杀的。如果要维持现状，就要继续杀人。哎，我们应该去报警啊！赶快抓他呀！有什么证据？哎，用剑之针，我在侦缉队长面前戳他的阳穴，不就行了？对啊，你以为侦缉队长像你师傅一样英明神武啊？我怀疑这件命案是懂得奇门遁甲的人做的，最可疑的人就是九叔，有任何发现立刻通知我。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快闪。师傅，怎么办？先来个百宝汤摆平那个尸妖。百宝汤？什么叫百宝汤？就是找一百种宝贝放在水里面煮成汤。
哎，给那兔崽子喝，叫他虚不受补。错。啊，一定是你太虚了，自己想喝。啊，只要拿百宝汤浇那个兔崽子，他就会现形了。师傅，100种宝贝哪里找啊？师傅，这些狗屎垃圾也算是宝贝啊？师傅，连狗屎都算啊？狗屎是肥料，你吃的每样菜都少不了用它来施肥，你说它是不是宝贝？对呀。我一共放了多少东西在里面？98种，对不对，师弟？对呀，加上狗屎刚好98种。干嘛？哎，师傅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啊。伤了一次也不在乎伤第二次。是是，来。身上泼。对呀，那你呢？没事看风景，有事我帮你。去呀！糟了，不够高，都哪里去了？有了，认得的鞋。你都会认错，认他的衣服吗？吕赞，出岔了啊！看清楚了再破，百宝汤就剩下渣子了。爹，我好难过。
大师兄，不用再说了，他作奸犯科，死有余辜。我们也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哼，我又没有责怪过你们。师伯，回去。师兄，我们应该留在师伯身边，安慰他。你要留下，你留吧。啊。师傅，其实师伯很深明大义啊，连亲生儿子都杀，简直就是残忍。师傅，我们的门规不可以生孩子吗？你这个人烦不烦你？师傅跟师伯几十年师兄弟都不知道他有个儿子，你说可不可以生？有怨报怨，来！师兄，符上的字好熟啊，我们的生辰八字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就这吉祥啊？本来就是一副吉祥。啊，你们一人扛一个，拿着吧。啊，千万别掉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有多远走多远，过了今天晚上，或者我们可以再续师徒之缘。过不了呢？师傅，您老人家保重啊！保重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呀、啊，于大？他激昏了，人家杀鸡关你屁事啊！我怎么办？跟我来。真笨。叫你们有多远走多远的吗？已经走得够远的了。师傅，你为我们这么辛苦，我们两个还是留下来陪你好不好？对啊。好，反正你们到那儿，那些东西就会跟你们到那儿。不会这么快吧？
看师傅的样子多镇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你们自己看看。师傅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进去弄一点东西，你们先顶一阵子。一阵子是多久啊？就是一阵子嘛。师兄怕什么？你跟师傅多有把握。
4000万两！哎，先开张期票，等他们收了丧尸再说嘛。操！真他妈贪心！你说什么？操他妈！真他妈贪心！切！哦，你说脏话！全走光师傅，一下子就搞定了啊！搞得定才怪呢、啊！快点准备！好。圈套，来来，你们干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啊！到了，抓住了！放下来啊！我是师傅。等一等，不要抓！闲事了，走开！姐姐，救命啊！师傅，车上救车，引他到中间啊！兔崽子，出来！
能打吧？那怎么办，师傅？啊！文才，算是你师兄了，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时间，林凤娇，我要你血债血还。啊！呀！速度好！师傅！呀！速度好！知道我还问你干什么？是是是，师傅，这次多亏了小丽，人家这么帮你，你怎么谢人家啊？哎，当然是以身相许了。哎，女孩子就是怕羞啊。她去哪儿啊？恭喜师傅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